Dame i gospoda, dobro bočalavis. Moj brat, Salihov Muslim. 80公斤这个级别，哇！穆斯里姆今天好了，准备要复仇。对呀，我刚才他现在速度还是以往的快。穆斯里姆现在是几种规则都打过 ，MMA 站立踢拳啊，还有这个散打比赛，对，这几种规则他都打过。啊，对手也很强，打 UFC， 对，来自巴西的一个，哇，很重的低扫，大漂亮，腿。作为一个成名已久的老将啊，哇，漂亮！80公斤级冠军赛的一个后备战，对，就在我们刚刚结束的瞬间换到腹部啊！啊！哇！哦，这个神龙摆尾啊，好像但是像转身后摆，他用的并不是特别多，很清脆的一声啊！对，这个是用脚掌来拍打到努尔拉的下颚处啊，对，如果是后脚跟那种位置的话，这就危险了，就不仅努尔拉啊，转身变拳，从又是转身，又是转身动作，哇，又是一个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转身动作，哎呀，真的是，上场比赛是转身腿 KO 了对手，对，这次是有一个5秒，对啊，哦，太可以算到一起，可以算到一起，太厉害了，真。在进入到这个对峙状态的时候，马上一个转身后摆腿造成5秒。对，我们看慢镜啊，转身摆拳，哇，太准了！正好是在拳套的攻击范围之内啊，太准了。努尔拉有点大意了，一直在防后蹬腿的位置。对。不知道能不能再抓到我们那个后摆腿啊？哦。这个太漂亮的动作，很准很准。KO 获胜 ，and winner by the blue corner one by knockout。有请颁奖嘉宾，山东超越国际贸易。啊，接下来是何影留念，然后主持人那个采访。感谢两位。